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永恒。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天我会带来一个三国战役统筹员的一个休闲榜啊，咱来看一个 C 黄忠。以前呢做过一个 C 黄忠的一个玩法，这次的玩法呢跟以往不太一样啊，因为这个 C 黄忠呢它有两个形态。之前做的视频呢主要是以近战的形态输出为主啊，这里呢咱们来一个这个远战弓箭手的形态。怎么变弓箭手呢？出门呢先让大哥抱一下，哎。大哥报完之后就可以变弓箭手了，看慢招，先跟大哥定住，然后呢变弓箭手，老头一个睡眠，一睡一醒之间咱们变成了远战。可以看到呢现在的平 A 呢就不用刀了，而是用这个弓箭手射箭了，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射箭的效果不好。咱先用一招啊，这个招叫空中三连箭啊，这招的话伤害比较的不错。然后呢这个四六 A 扔大轮啊，这个大轮呢可以无限追地，然后最厉害的一招即将诞生啊，我堂堂一个弓箭手埋点陷阱没什么毛病吧，一点问题都不大是吧。作为保护自己的近战手段，我这里呢一顿埋陷阱啊，可以看到呢给这个大哥一家子全埋天上去了。咱们不好意思了，咱们呢来一个陷阱无限追地啊，一出门呢就教你这个西黄忠最厉害的一个招。好，这里呢我是报一个 BCD 啊，看看这陷阱加不加分，结果发现那个陷阱是真加分啊，你看这加分鼓鼓掌分啊，继续再卸啊，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啊，我作为这个下属是吧，让大哥一家整整齐齐那是我应该做的，不如谢我。 OK 啊，这里呢感觉我这个做的非常正确啊，别忘了给我整点免费的赞啊，很关键。然后呢一家人整整齐齐呢，咱们今天九个阿斗吃满加血，咱就来看第二关。好，第二关呢随到了这个八阵图。咱们在这期视频精简一点啊，因为这期视频呢主要就看这个黄忠这个射手形态啊，所以说呢咱们呢就以这个剪切关体为主啊。这是这个普通的战斗形态啊，这个战斗形态呢比这个射手形态厉害的多、啊、我打的呢就是个普通难度啊，打用这个射手形态的话呢费了个血劲了，但是呢如果用这个电炮模式呢就会很强。OK， 终于能变身了，咱们这里呢利用这个属性剑啊，不属性剑去了，利用黄忠剑解锁变身。好，我又是一个快乐的弓箭手了。可以看到呢在变身以后呢我的必杀都变样了，我这个暴气以后的伤害变成了这个五箭齐发万箭穿心。好，咱们穿一穿他们，可以看到效果非常不错。捡一个风书啊，这个即便咱是弓箭手，咱这个腰带也是有需求的，所以说呢腰带还得合。然后可以看到呢这个对面的赵云无视我的箭就是跑。好，现在进入啥呢，瞎猫抓耗的环节，就是怎么能这个用道具给这个赵云抓着啊，这样的环节。好，埋这个啥，埋这个叫这个啥来着啊，这个叫地雷啊，埋这个陷阱，埋一埋，然后给飞碟，没中再给飞碟。好，再次进入瞎猫摸死耗子环节，这个死耗子跑得有点快，瞎猫终于摸着了。摸着之后呢主要是撞这个史记啊，史记很关键，咱们呢扔一个阿斗，然后呢用这个隐身衣把史记捡起来，这个呢是为了合这个衣服。好，然后呢把这个司马懿又撇了，咱们现在又进入什么模式了呢，瞎猫抓死耗子环节啊。好，死耗子再次抓到，咱们呢利用这个陷阱开始埋他。这个沙漠车脚后啊，我利用这个隐身衣继续躲过陷阱，然后好，没有然后了，再见，轻松拿下。可以看到呢目前为止呢展现的这几招啊，射箭、跳起来三连箭、陷阱还有这个大风车，最厉害的就是这个陷阱。OK， 然后呢咱们吃个星灯，这里肯定不是加血了，这吃加血不是傻吗？诸葛亮登场。诸葛亮这里这个地形非常好啊，这个黄忠非常适合这种地形，就是左右那个有个障碍，然后呢中间那啥有个卡，看好啊，诸葛亮放倒三连箭三连箭三连箭，哎你看慢着，这个地形非常好，正好坐地，大虾别过来啊，大虾，哎虾虾虾宝宝虾哥，哎虾虾，哎还不错啊，他不咬我，那这样的话呢咱就把诸葛亮放倒了，哎啥呀贱虾，没事啊，诸葛亮还在控制范围之内，咱先把虾顶死，再射，再射，不用虾必须扔死的，我得把虾，耶，这虾真贱呐！你等我一会儿啊，虾，能不起来的，我又不给你整死，整，哎呀，整不着。好，咬完我了吧，送你上天。OK， 咱们这里呢再转过来，再在这边射，咱们上台子射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就说这个黄忠这样的地形最厉害。好，轻松拿下啊，变成那个空中三连箭射手，非常的威武。好，这样呢下一关的这个看看是啥，应该下一关啊能合上一样这个道具了，无论是腰带还是衣服。哎你看衣服来了，咱们的隐身衣多啊，咱们这里呢先撞一个衣服，哎好，一个三扔
一个三剪，这样呢合成了衣服，房子里有了。然后呢再撞这个火书，因为我身上现在还没有火书 ，OK， 这样呢把火书也撞出来。现在呢只差一本电书了。然后利用隐身气垫变身啊，时间结束了，没事儿。咱们再继续化身射手型大妖来射一射这俩怪，看一看射手形态打这俩怪行不行。先用这个大轮啊，隔着这个战鼓揍他。咱们作为射手要一个掩体没毛病吧？那上哪都能说出理来。结果呢被黄盖钻了。我发现这个掩体好像给对面掩，大狗你要是不玩，这个掩体好像是帮对面掩的。咱先把这掩体打掉，然后呢扔个鸟精躲下对面的德玛西亚。躲完德玛西亚之后呢，咱们起身射箭。哎呀，为啥没射着啊？他这个射箭近身没有判定啊。他这个，哎呀好，我这射手形态不厉害啊。这个各位建议各位啊，别玩射手形态啊。好，我这里很明显是想飞盘，然后呢把怪控过来，然后呢利用这个陷阱给他们一次性带走。啊，你早说抱着火书我就不，哎不行，我得扔着火书了，别动啊各位。三二一，这个飞盘一手，完了打回来，陷阱，陷阱，陷阱，不太行啊。这里火书吧，别扯了，火书之后接陷阱啊，问题不大。咱们呢需要一个前置技能火书，好，等火书结束，咱马上放陷阱，冷，好，陷阱。陷阱，你可以看到我这几乎是第一时间的陷阱，但是依然没扣住黄盖。然后这里把火书捡上，那我再来一本。可以看到呢，目前为止自己本人几乎没打出什么伤害，输出全是靠这本火书。我陷阱又来了，再陷阱还是不行啊，黄盖还是没上去，黄盖上去了，给个毒气，再陷阱，陷阱，好，我终于控住了各位。咱们那个陷阱呢终于发作了，可以看到呢这个陷阱最厉害的就是无限连，然后呢小兵基本过来就会上天，搅和不了我，这陷阱最厉害的地方啊。没事啊，问题不大。咱们这里射箭改成射手，这个射箭呢只要你节奏对就可以一直无限连。谁个往我脚底下扔个东西，你有病啊，不知道捡了个什么玩意儿，咱抽个电书。哎好，说出电书就出电书啊，只不过那个电书不是捡的，它是电我的。OK， 咱们这里呢再抓好节奏啊，可以看到呢一下一千一啊，只要咱们抓好这个节奏，就是一个无限射。哎，你躲了吧，胖狗。哎，躲着了，八怪还是有用的。再见了，宝贝儿，很轻松啊，拿下了这关啊。好，拿下了这关之后呢，差一个电书啊，下一关基本上是不是基本上就是每关都有电书。那这样呢，在下关呢，咱就能合成腰带了。好，可以看到呢，这里开场呢，咱是来了个剧情杀啊，这个呢就是这个原版里边都有的剧情啊，无论是119还是风云再起。这个法政剧情触发跟夏侯渊对话，只不过呢这里省略了对话，这个剧情杀会给一本地盾书，这个从风云再起里就有啊，可能很多玩家都不太知道。好，这个位置呢咱们定军斩夏侯，咱们光这个黄忠用弓箭斩夏侯没什么破定吧。好，咱们占据这个制高点啊，作为一个射手 AD 弓箭手狙击手，你占据制高点是非常重要的。看班长，咱们制高点火力压制是无敌了。哎呦好，坏了，要死了，再换个大火力吧，必杀顶对面必杀。哎，我下来了啊！弓箭手你就要有一个灵活的走位，然后这里呢扔个小黄书，实在是打不过他。好吧，这样呢在小黄书的加持之下呢，拿下了这个夏侯渊。你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变身以后呢，就是娱乐一下，确实是非常的弱，非常的弱，不厉害。你要是有队友保护你还行。哎，来到了这个背阵那个哪儿啊？可以看到一出场的三个 boss， 咱们呢直接是准备变身啊。好，拿上的火箭再次碎一跤，醒来我又是那个弓箭手了。然后呢这里继续三连箭啊，可以看到在有衣服的加持之下呢，我的防御力是非常高的，这里就随便射了啊。这一招呢下上 A， 哎你看，只要我靠住墙，然后我再往这边，你要是不玩我再往这边射，我再埋个陷阱，好，结束了啊。这样呢把对面都困，没困住啊。在有了腰带以后，可以看到我这个射箭的伤害好像是上了点，包括陷阱的伤害。你看这个伤害，一弹火的话是10000多啊，但是这个玩意儿命中率有点感人啊，而且这个平射这个远程火力支援好像也控不住，被对面突过来了，没事，远程火力再支援。你可以看到这个脸贴脸都是射不着，你看不看着？这里咱有个滑铲啊，这个黄忠滑铲是打人的，滑铲也算是这个黄忠的一个主要技能了。捡了一个这个傻狗啊，不是啊，埋了个陷阱。好，咱们呢这里用这个平 A 扒拉他，等他过来，射他。我这里想滑铲清兵，还没清了。好，滑铲清兵，再清兵，再清兵。好，开射他。我为什么不射他？射他。好吧，这里我想滑铲接剑，剑接滑铲。好，没接上。可以看到是吧，这确实是不厉害啊，这个玩法呢仅供娱乐啊，
然后这位置接着滑走位，然后炸毒镖打死得了啊，不扯了。一个六六 A 的滑铲啊，在这个弓箭手形态之下呢，能用的招呢，物理招就是这个跳 A 顶个滑铲。好，来到了这关啊，这个大哥跟这个关羽二哥啊，咱先用这个沙漠克杀一杀，因为你如果是在这两个怪又是用这个弓箭手形态打的话，那基本上是死透了。这位置呢，刘备离得太近啊，咱只能撤退，要不然他就爆我了。这一个笑该让你当着关羽笑，射死你。然后呢，咱们这里继续往上走，这里勾引勾勾勾勾勾算了，没勾上啊。再用下山壁的追地，这个下山壁呢是在沙漠克的上下位置的，招两个火牛。这招呢是追地打出伤害比较好用，但是不控场，真控场还得是这个啊，全屏笑。最后再来一追地火牛结束。好，当大哥死亡之后呢，咱们跟这个关羽啊，这曾经就有过一战是吧？这个我是射到了他的阴盔啊，他以为我不会射箭，其实呢他不明白，其实我箭法非常屌。这是前一个三连箭啊，这个这不叫三连箭，这叫三发箭。这个三发箭是散花的，跟原版封在一起不一样，它往三个方向射，然后这个平 A 才是这个正常的射箭。可以看到呢，一下从1100滴血已经变成1200滴血了，这个伤害是很爆表的。好，之后呢咱们继续，哎不是1800呀，哎呀不好意思啊，我低估他的伤害了，1800那可疼了。你看别看一下不掉血，但是咱节奏快啊。哎你看这里滑过来捡一个这个绝招，然后用这个啥，用这个野马分鬃，这个大砍刀轮他，这招也是魔法攻击啊，也能用这个无限追地。可以看到这个是吧，当年我还是让关羽的，要不然我这招子一出，那关羽能打过我吗？拖刀计，我刀我都给你爆了。好，最后再来个蓄力箭，蓄没蓄力啊？算了，这里变了个洞书，这主要是为了再要个小黄书。OK， 这样呢一顿这个大轮啊，直接呢轮上了这个关羽拿下。那好像就剩一关没打了吧？就剩龟桶没打了。果然啊，咱直接来看这个龟桶啊，龟桶呢咱直接也看这个三 boss 处啊。三 boss 这里呢，我是还是变身形态，然后埋雷啊，我这里想看看这个埋这个陷阱能不能把这仨关一起控住啊。估摸着我是想多了，咱们这里呢来陷阱。陷阱啊，可以看到这个曹操还是控不太住啊，这个曹操起身快啊，这个曹操是比别的曹操起身都要快的。司马懿不能无限追地，也不知道拥护啥。之后呢这里咱在这买好陷阱等曹操过来啊，他还真过来了，结果我没把握好机会啊，要是一直埋就好了，没事等圣剑结束我再埋，应该也赶趟吧，赶趟也不赶趟啊。哎好，他过来了，赶趟了，这里接着埋，哎无敌了，哎这都没埋上，死了。这玩意儿果然不厉害啊，没事，咱们这呢变成了这个啥，变成了这个近战形态，咱们呢先打个打比杀，然后把仨怪都控到这个右下角，然后毒气滑铲炫，滑铲炫风剑没炫上啊，这个位置呢继续再打一个。哎你还敢过来加拳，再加一个我看看，哎怎么整的啊，没事啊，咱又打了个大比杀。可以看到是吧，这个黄忠呢如果不打物理啊，这个还是比较弱的，所以说呢这个一定不要出法术装备，千万出物理装。我这里呢直接爆了个九伏。好，这个咱们最猛的输出来了，注意看啊，暴气的滑铲嘎嘎掉血，可以看到这个暴气滑铲下千，暴气的滑铲一下掉了2万滴血啊，非常的恐怖，叫起来接着滑铲，再见了小宝贝儿，哎呀还没死，没事啊，等着出来，再见了小宝贝儿，拿下，最终还是用这个物理攻击奠定了胜局啊。好，那咱们呢再跳过啊，咱们来看看最后的这个两个 boss 能不能用魔法干过。来了啊，直接过来，准备一个九节杖先去掉葫芦，然后再作战。我丢，好，九节杖去葫芦，我变身，我隐身衣。哎，这个位置熟悉吧？怎么射得诸葛亮，我就怎么射他俩。可以看到这个伤害还是很高的，但是这个玩意儿必须有隐身衣的加持啊，要不然他不猛。啊，你可以看到，哎，看完照，这一个爆炸的剑啊，打到这个火上之后呢，一下掉10000来滴血。好，感觉我的隐身衣时间要到了，我给一个大必杀，大必杀之后再给个射箭。好，然后武神来了，再给大必杀。可以看到呢，纯魔法流呢伤害够，但是得靠隐身衣，非常仰仗隐身衣啊，而且呢出伤没有明显没有物理快啊，这个如果现在是打连招，这个血量呢就已经层层的掉了。然后这里我扔个动物书，看看能不能给他俩无限控住。这里扔了一个这个啥绝招，然后很明显控一个是可以的，但是这一个不掉血，这不扯呢吗？不过这怪如果是往后走啊，这小狗如果往后走，俩是可以一起控制的。那样呢，即便不掉血呢，我也能给他俩慢慢磨死，因为咱是无限连嘛。可惜了啊，没成了。然后这个孟获开始走位了，哎，
别走位啊，本身我就输出就不高啊。好，他走位之后呢，我这输出呢终于是打上了，但是隐身一要到点了，再射。好，再射，隐身一该到点了，给个打必杀。那他到那俩隐身一呢加必杀折磨呢，也陆续把这怪呢打了18万滴血，还是不错的。然后现在就是啥呢，现在就是对面要这个到隐身状态了，我怎么办？我这里先扔隐身一，然后变回来了啊，这里等于物理了，因为这个如果不用物理的话呢，对面隐身了我就整不了了。这里一个必杀的护接，不是一个夏天一的护接，一个飞盘没扔上啊，手残。这里呢咱们扔一个酒壶，好，然后扔一个时间器，前面打的有点磨叽了。最后呢等再扔个隐身一，取消一个这个取消气槽去了，等这个隐身快结束啊，再续一下躲对面的隐身，然后打连招，对面隐身结束了，我连招没连上，这不是菜狗吗？这不是啊。好，现在呢还有最后一个隐身一啊，得会溜了六把张灵剑。可以看到呢，这个魔法流还是不行啊，不给劲。咱们这里呢用这个下潜 A 输出，下潜 B 追地，下潜 A 输出啊，下潜 B 接招，这不能叫追地，飞盘追地，这个是追地。然后呢一个下潜 A， 一个下潜 B， 一个下潜 A 没连上。好，现在呢我可能就要打完了，果然我冲了一个枣打完了。然后现在对面还在隐身状态怎么办呢？张灵剑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，这时候等隐身结束我直接张灵剑，然后大概点击三把张灵剑的时候对面隐身就快结束了啊，第二把就结束了，然后呢就把对面用张灵剑的连点呢直接给他点死。好，然后剩一个这个武神咱慢慢折磨他，之后呢咱们过来给一个动书，然后呢找我的黄铜剑，我又变身了宝贝儿，怕不怕我鸭子？然后咱们这里等他上去，你上去啊，哎你上去啊鸭子，不上去呢对不起了，我帮你上去了，下山一射箭啊，结果墙不行，这里我必须得等他上来啊，上面的墙好。哎呦，最后一个动书了，别闹啊宝贝儿。好，动书大厨上去了，给一个，就是这个位置啊，我就要这儿，来吧兄弟，我射死你，射死你，不掉血，一枪不掉血啊。咱换一个办法吧，咱们呢把这个一局都没用的招子给用出来吧，这得射哪年去啊？老黄铜虽然老当益壮，不能这么射呀，换个招。哎，换个招啊，导播呀，哎，换招了。坏了，不换招了，来了啊！蓄力剑啊，你看到这个蓄力剑呢，一次要掉3700滴血啊，2700滴血，哎，不是4700滴血，哎，乐意掉多些掉多些吧，反正这个效率直接就上来了，你看着吧。但是这个呢，只能打动物啊，打人的话呢，得打那种起身慢的，像虚楚。好，那这样呢，这个黄铜就给各位展示完毕了。可以看到呢，确实是不厉害啊，最后还来点陷阱。这个呢，就是大家最好娱乐娱乐，正常玩的话呢，还得是这个电炮黄铜。这个魔法流呢还是不行啊，最后给个夜晚分钟给我打死了。好吧，那这个视频就到这了，各位呢看到这儿的呢别忘了呢给整点免费的赞啊，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